这么优秀帅气的小伙子老公高兴吗？高兴。左边这位帅哥，你崇拜他吗？崇拜。喜欢他吗？喜欢。仰慕他吗？仰慕。也就是说你一直深爱着你右边的这位帅哥，对吗？对。右边的啊。你激动吗？激动。我问你，你左手边的人是谁？我老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左手边的。一生一世永先饭，谁先抬头谁做饭。你俩点外卖是不是？夜里有没有去过？没有。 OK， 对新郎了解不了解？了解。他抽烟吗？不抽。喝酒吗？不喝。打呼噜吗？打。有请新郎新娘把您的右手放在各自的胸口上。看你放在自己的胸口上，左手牵在一起。新郎官，我问你啥你就说啥，一定要快速的回答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新娘子长得俊不俊。俊。上不上？上。再给你个还要不要？要。